自私怕死，又贪恋美事。我跟千月洞大魔头狼狈为奸，我自己自然也是妖女。你杀了我，会白道除害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她真的不适合做盟主夫人。 他不会武功，又只鲁莽，不是被千约洞带走，就是被传奇谷带走。他真的不适合。我好难受，曹春花，你受苦了，尊主。